分局专案小组在165平台这个资料里面发现有这个诈欺行为的在这个脸书的群组利用动漫迷本身喜欢这个动漫相关周边产品的这个心理人在进行诈骗。那经过分析发现全国各地总共有47名的被害人。那经由本分局报警检察官指挥侦办在日前前往新北市将这个诚信嫌疑人拘留到案。那在此本分局也呼吁希望民众切勿在网上购买相关商品时一定要在这个合法的地方平台。那另外在这个群组的管理人呢也希望能善尽这个管理之责，如果说有发现被骗的话希望能把这些讯息呢告知其他的这些群组的粉丝避免其他人再度受骗。